即将由小饼领军带领六位灵智超强的观众前进居民口中声人却步的诡谲点，现在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绷紧你的每一根神经，一步步跟着外景队抵达现场，体验超惊人的灵动力。阿普原本不相信灵界，古井分尸现场却是他毕生难忘的经验。那刚才有个人走过去呢，老师，那我们要再等一下吗？我们要再等一下吗？ 再等一下好是不是？先上来。你的感应真的是太惊人了哦，我真的是被你吓了一大跳。来，先让他镜头看一下。来，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哎。 他的脸并不是像刚才这个，他在打嗝，他在打嗝，二上身了。小黑29岁，曾在外劳械斗的食品加工厂中有强烈的感应。围观这个东西，可能是他们以前工人很喜欢喝的。你要不要小黑？小黑，来，你先在外面休息一下，我们检查的时候再叫你进来。 小黑严重的喘息，竟然还翻起了白眼。现在就请各位观众仔细观察他的状况，并研判这是否是恶灵接近的暗示，看看他又将有何种反应。这要不要紧？你看他一只眼睛，他眼睛，完了，天哪！My God！ 小芬本身就有灵媒体质，在猛鬼矿坑成为当地亡灵的目标。对，但注意看他整个这个方向以及这个力道的感觉，像是被人家拖住了这个虎口这边拉起来的。对，而且他脸色也是红红的。对，超胆观众小芬的眼角开始闪烁着泪光，好像自己遭受着痛苦。感应继续进行。 具有灵媒体质的小芬竟然第二次跪倒在地，这一切难道是恶灵们作祟吗？当然是你自己跌倒，是你没办法控制啊。一切正如小饼所言，小芬喃喃自语，她到底是害怕还是在跟灵界朋友沟通呢？不知道他听到什么声音，对，他听到什么声音，他在挖耳朵。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小芬，小芬，志龙的感应过程在冥冥中让眷村老兵的冤魂获得了安息。就在工作人员小翔出现灵通反应后不久，超胆观众林志龙的深层感应一开始也发生了相当强烈的灵动力。拿箱，快点，快点拿箱！老师。 Oh my god！ 刚才呢，小强才跟我说，他感觉有正神要来，结果现在呢？对，赶快拿箱，快拿箱，快拿箱，尊敬一点。莫乱关紧，非关重要。降价的关圣帝君就在冤气极重的房间内来回巡视，像在催促亡灵去报道一般。 到最后，竟然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陈怡安与妹妹前来参加，竟然与异国亡灵有了强烈互动。除了身体自然的转向，超胆观众的手臂仿佛有无形的力量牵扯着，开始一上一下的摇晃。这是空间的错差，还是亡灵力量的开始显现呢？ 手有奇怪，手发生了奇怪的现象。
请各位观众注意以下的画面，超能观众陈义安感应进行中，镜头前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招第二次，相信义安感应进行时，明显的感受灵界朋友向他接近。接下来就要请各位观众注意他身后的灵动现象，看看现场恶灵又透露出了何种讯息。进行感应，有了最两极化的表现。怎么样？被踹一脚。为什么这一次超胆观众的感应竟会如此迅速？真的是现场特殊的磁场所造成的吗？我们现在来检查 DV8 的画面，看看整个感应过程的变化。即使紧闭着双眼，阿威仍然可以准确地踩着手链的步伐。冥冥中守护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让人也开始警觉此地的灵界力量的确不可轻忽。阿威特殊的反应再次上演，回顾之前小饼在现场闻到类似檀木的香气，这是不是早在暗示此地灵动力之大？而阿威能不能借由守护的力量和当地的亡灵做出感应呢？事实上阿威在感应一开始还曾经遭受灵界朋友的不友善对待。快找人帮忙啊！哦，好久没有看这么重口味的节目了，对啊，对不对？一次把这么多精彩的画面呢组合在一起，哦，让大家觉得就是很过瘾，好像吃麻辣锅一样。对啊，所有精英都聚在一起。对啊，很多观众一定也很怀念这种东西。对对对，看了他们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些精彩的回顾，但是呢，我告诉你，今天他们又要全部集合在一起参加我们的超胆特别企划，相当的精彩哦。马上来看看今天超胆特别企划。我们都下来买一些吃的。这次前往感应的六位观众本身对于灵界力量都有相当独特的经验，而阿土又是其中灵值最为开放的一个，他一开始就出现了强烈反应。老师看一下吧，怎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不是？先往前走啊。OK， 好的。路上的惊魂才只是个暖身，一伙人跟着外警队抵达现场时，超胆观众的状况在此时陆陆续续展开了。原本状况不佳的阿土根本是失去重心，瘫坐在地上。OK， 现在位置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感应的地点，但是呢，我们在门口还没进去的时候呢，超胆观众阿土就已经形成这样恐怖的这个样子，整个人很狼狈地趴在地上，大力的喘息。除了阿土，看起来雄壮威武的小黑竟然也在一旁蹲了下来，他脸上表现极度的不舒服，仿佛暗示今晚感应现场的凶煞。而小芬也同时出现了状况，眼睛都红掉了，他站不稳，好像也站不稳了。这关就是小芬自己来的后患，上次的状况也大醉一场。老师要不要把他先我们现在都还没进去，你们怎么样里面哦？状况已经很多了，同意吧。OK， 各位观众不要怀疑，我们今天超胆任务呢才刚要开始而已。现在呢，很多人看起来都很累了。没错，今天是我们一周期就会办一次的我们的超胆任务大集合。那么上次呢，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哦，这个鬼魅变电厂。上次呢，我们的灵远少女呢，甚至在这边受到灵界朋友的干扰以及这个强烈的击打。所以呢，我们请了这些灵指比较强的观众来跟我们印证一下这边所发生的一些鬼魅事件。来，我们往里面走。这个位于中部工业区中的变电厂是过去电力的转运站，提供所有工厂电力的使用，却在一次的天灾中意外地引发大火，造成两名值班工人意外死亡。日后虽然工厂继续运作，来替补的工人却始终不能长久，鬼魅作祟的说法满天流传，工厂更是陆续有意外传出。哎，给我出来，给我出来。就在小饼三人转身后不久，数十公斤重的铁门突然往前砸了下来，
还好制作人发现的早，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使得美少女裴琳只受了轻伤，否则后果真的会不堪设想。由于先前接到两名惨死在变电厂的工人，一名为烧死，另一名则是因逃生不及而被重点压死。那么今天接二连三的意外，是不是一种灾难重演呢？一时之间气氛变得相当凝重，黑暗中的鬼魅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能动力来伤害现场的每一个人？美少女小田感应进行中， TV8 竟然拍摄到不可思议的画面。有个火光哎，如此明显的火光到底是不是林健朋友造成的呢？我们现在把 TV8 的画面放慢，让观众朋友来看看究竟这道火光是从哪里发出来的。Oh my god，闪！你看那铁门，铁门关起来了。现在就让我们仔细的来检查 TV8 的画面。当美少女裴琳处在狭窄的楼梯间走道时，随着身后一晃而过的光影，铁门也在同时紧紧的被关上了。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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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这块不太稳。黑暗中的变电厂阴森而诡谲，究竟当年的惨剧会让进行感应的超胆观众出现何等惊人的现象呢？之前状况频传的阿土此时再也支持不住了。什么事？给阿土，来说，跟我说怎么了？不能呼吸。你大力，快用力呼吸。这是第一次哦，在我们搜寻过程中呢，观众说等一下受不了了，结果自己就先蹲下来了。阿威，阿威，脸色都变了。原本平静的阿威开始面露凶光，身体也不自主地抽动着。而他相距阿土不过一步之隔，两人竟然同样有了反应。感应还未正式开始，现场却早已经是状况连连了。心悸啦，好吐啦，脊椎骨这边很烫，一定会的啊。心跳很快，然后小芬呢？小芬不能说话了。可是我在这边呼吸我都觉得还好，可是好 OK， 好，现在因为状况紧急呢，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搜寻下去了，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做我们的浅层感应。他什么时候变这样子的？我这样眼看过去真的觉得非常的惊悚，因为有三个人在奇怪的灵动当中。最轻松的啊，是所处的区域特别容易与灵界进行感应吗？三位男性超感观众站的位置十分靠近，而他们的反应也都相当快速，移动中的小黑甚至朝着阿土的方向逐步逼近。过去老师那边，他在干嘛？他走向阿土那边了，怎么回事？这我们观众的小黑呢？哦，倒掉了，倒掉了。老师，对，没有关系。两手紧贴地面的阿土采取的是抗拒灵界接近的姿势，而翻着白眼的小黑竟然像收到指令般在阿土头上点了几下，阿土才像是被唤醒一样有了意识。他吐了，巨大的力量在短暂的时间内笼罩了整个感应空间。就在众人注意到阿土的异状时，一旁等待的小芬早已进入了感应状态，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的弯曲。小芬的情况让我很担心的是啊，因为他从在车上的时候其实不舒服，他就一直不讲，他为什么就是不开口跟我说他怎么了？到进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还是一样没开口，只是一直掉眼泪，然后现在一只手举着这样子，我想要看他的表情，至少读得出他表情有痛苦的样子。
那个小饼，顾这个这位观众。好，其他的有老师的。由于已经有两三个超等观众快速的呈现感应状态，此地强烈的磁场让外景队当下决定停止搜寻，就此开始分配其他人浅层感应的地点。而几乎进入深层接触的小芬有了惊人的举动。OK， 这个零件很有力的，所以你要上他的身，你使用他的手，你也可以使用他的脚。你要去哪里，你就用他的脚走动。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帮忙呢？ OK。 鬼魅地点场中，小芬的感应让人出乎意外。六位灵智超强的感应者将如何完成这一次的任务呢？广告回来，敬请收看超胆特别企划。我们集合了特殊灵职的观众，前往这所因意外22名值班工人死亡的鬼魅避难场进行感应。感应才刚开始，小芬的状况就相当惊人。OK， 这个零件很有，如果说你要上他的身，你使用他的手，你也可以使用他的脚。你要去哪里，你就用他的脚走动。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帮忙呢？ OK。 你不会伤害我的观众，你让他慢慢走。没有，是我跟他讲了，我跟他说你使用他的手，你也可以使用他的脚，就没想到他就开始走。来来，哎，要接住哦，不要让他掉下去了。在这个观众旁边呢，刚好有一个壕沟在他的这个底下，这不小心掉下去就完了。看这么高，来，老师你安排其他人一下。我真不了解他所指的方向是什么，转弯转弯。再慢慢走，小心小心。好，一样哈、哦，跟以前的超胆那个全面感应一样。好。天哪，旁边，你们看这里。OK， 让他动作。旁边有个血手印哎，而且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爆炸的一个点，完全没有看见，只有他走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在墙上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爆炸的痕迹再度与事件不谋而合，这会是亡灵的引导吗？小芬突然的动作让大家都愣住了。前所未有的现象，在所有的人开始要进行浅层感应，还没有到达定位，对，还没有开始，鬼屋还没走一圈，就已经变成这样的状况。对啊，对啊，所以你那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开始没有意识？就是坐在车上要往目的地的时候啊，哈，你那时候开始就没有意识，上车就已经有点模糊，意识模糊掉了。对，什么时候才开始清楚的？清楚。可能就是老师安排位置那时候。那个小黑呢？为什么刚刚阿土蹲下来的时候，你开始就已经好像被上身了？对对对，对不对？那时候我也不大清楚。啊，哎呦，怎么大家都不清楚？这样子甩手过去，在他这边画符。我现在问你是为什么，你也解释不出来了。我都不知道。小黑自己本身就是老师刚才讲的，他应该修的一个主神，他没去修，所以那个主神来，他也没办法去控制。可是我蛮想知道他这个神明到底是对是谁呀？对，他那个神明是他本身的这个守护神，嗯，是他的守护神，对，他是属于五路将军的一个兵眼，其中的一位，对对，没有错。那一位守护神现场看到的阿土，可能一些特殊状况，所以他基于好心过来替他解那种状况。对，因为基本上哈，这些感应观众来讲哈，都有灵子的现象，非常重。嗯，啊，一般灵来讲哈，是看到有灵子的这些我们这些朋友来的时候呢，啊，他想要上他的身，啊，去表达一些他们的事情。嗯，可是哈，小芬她被上身的状况比较特殊，对，因为很少有看到这样弯腰，然后手这样举起来。其实说实在的，我在现场我看一清二楚，我还低下去看呢。一般我们说眼睛张开，头发遮着就已经很难走，更何况小芬是眼睛整个闭着。然后睡着感觉，而且还闭着眼睛，被头发遮着这样走，你知道吗？那我问一下小芬好了，你当时的感觉是也就像我们这样讲的，你都知道。我的意思是清楚，对，他是清楚。可是行动不是我能掌握的。你经过阿威，
很惨哈、啊，第一回合没人点你的台，所以你做了。他刚刚那个也有、啊、也有反应、啊，本来算是情况比较浅的啦，对不对？对我比较浅，因为那时候老师叫我不要克制，然后后来就是、嗯、那时候可能有去抗拒他吧，就小孩先上了。好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影片当中呢，老师就开始要安排个人的定位，马上要进入我们的浅层感应了、嗯。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感特别企划。其他观众们也进入了我们的浅层感应，但我觉得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站直的。接二连三的混乱后，超胆观众总算正式进入了浅层感应，但空气中紧张的气氛并未解除。不一片刻，阿土就像是受到一种牵引，高举起了双臂。多久之后，他的手几乎是这样飘起来的状态。他眼角呢泛了一些泪光在眼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大。哎呦，我这样子，我站在旁边，我可以听到他骨头咔咔咔咔的声音。真是非常快哦，一下就进入这么强烈的感应。不协调的转动现象反倒像是一种惯性，阿土高举的手臂形成一种特殊对流，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应呢？与当地闭电厂的场景又是否有所相关呢？我们再给他一些时间来感应。就在阿土的灵动慢慢趋缓时，奇怪的连锁反应却在此时展开。原本就有守护力量的阿威，慢慢的踩动熟悉的步伐，跟灵界进行初步的接触。他这些脚步似乎是这个上升时候的样子，对不对？哎，小心！现场过于强烈的灵动力，让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反应。原本不发一语的嘟嘟也突然中断了自己的感应。嘟嘟，你要去哪？嘟嘟。啊！刚才老师在那边弄，他突然跟我一个很无奈的表情说：“不行，我要休息一下。”你可以吗？怎么了？他完全抗拒，我不想跟我说任何原因。好，你休息一下好。就在嘟嘟拒绝感应之后，距离他最近的小芬再次发生了被牵扯的状态。他究竟是否还保有自己的意识呢？虽然紧闭着双眼，小芬却踏着相当明确的方向。OK， 我们有一位超胆观众小芬突然往这边走。怎么了？小芬面对的方向怎么会是灵动力强烈的阿威呢？两人的感应过程中将产生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互动？浅层感应的状况一个接着一个，你千万要盯紧更精彩的超胆特别企划。电厂里存在的亡灵力量仿佛聚集得越来越强烈，在感应之外就已经相当不对劲的小芬，此时更像是被牵引着，驱使她开始移动脚步。OK， 我们有一位超胆观众小芬突然往这边走啊。他要去撞到阿威吗？怎么了？工作人员来帮忙，防止他掉下去。你看他转了这么多圈哦，转来撞去他没有撞到小芬哦，我还怕他撞到小芬。来，他只有摸到他的手。小芬怎么了？阿威的步伐越踩越快，像是进行着一种仪式，以小芬为中心，不停地绕着他打转。叫人不解的是，紧闭双眼的阿威如何能正确无误地找到他所需要的定位呢？
他越来越没有力气了。那这边也是一个上身的观众，来，小丽，小丽，小丽。这么抓狂式的感应，很好。就在阿威结束感应后，先前一度昏厥的小芬竟然呼应着移动了起来。她的脚步凌乱而虚弱，但身体却像是有股支撑的力量，让她规律的环绕着。你不要打啊，继续走。情况很久了，他是要去哪里啊？没有，因为临界没有上升就是这样。嗯，他不是神类的，他是灵类的哈。在这个浅层感应里面呢，有这么大强烈的感应，也真的只有我们超然任务大集合的时候才有看到。对，王宁，我不知道你是谁哈，你跟着我的指引哈。你知道你可以看到一个光，你跟着光走，好，跟着光走。我妈里面的红，我妈。老师，你说看着光，他突然一个表情定住了，好像真的看到一个光。我妈里面的红，听老师的指示。我妈里面的红，我妈里面的红。跟着光走，离开他的身体。跟着光走，离开我们观众的身体。啊！哦，这个浅层感应比以往几集里面那种深层感应就强，对，是重量级的浅层感应，根本就是深层感应了。对，这是重量级的浅层感应。阿土，你当时看你在那边手不停地转，不停地转，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不是说老师安排你位置之后你就有意识了吗？对，然后就那时候就是好像自己就是本身就是变成一个发电机啊。可是你刚开始手是这样子，很像他们是。他手不是这样子吗？啊啊，对对，一开始手不是这样子伸平了，然后后来这样不停的转了，对对对，对不对？哎，他们是被自己的主神上身，是被这个什么亡灵上身，你是被发电机上身，直升机上身，这你们变得很辛苦。你说你自己感觉很像一个发电器就对了，嗯，那是全身都通电哦，整身都是麻的。哎呦，你自己还有感觉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啊？我第一次看到。对啊，老师，你解释一下这个情况。那个，就他以前上一次的时候啊，也是这样一直旋转的方式，所以这边就一般我们简称那个叫五鬼灵，好，所以五鬼灵上升的时候是东南西北转，有时候是人会这样旋转，就跟陀螺一样嘛，对对对对，有时候手会不停的转，那全身会麻。可是老师，你刚刚有讲到说小芬那时候他这样子很恍神的时候，你就讲说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个光，他就定住了。对，为什么那时候你会讲突然讲这句话呢？哦，这一点哈，尤其这点我们非常重要，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灵子的人员被上升了之后，那我们因为灵来讲，他如果没有透过他的亲友或者透过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本身的亲友来委托。啊，神明处理或是委托我们处理，一般我们是没办法处理的。啊，我们一般来讲，他既然上升了之后，他等于是我的委托人，啊，他会委托我，所以就可以去引导这个灵走向啊那个他们的灵的归位。所以他们在看到这个光的时候，我们把它指引走。那老师累不累？引导人还要引导鬼？你们两个在现场彼此知不知道互相的状况？不晓得。我觉得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而且我认为他们每个人的世界都非常的精彩，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尤其是阿威的世界，他说他那个主神，那个就是说他刚刚看到影片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那不是他的主神，那不是他是被别人发现。他一个疑惑的脸问我说那这怎么回事，然后说这不是我的主神。所以我刚刚跟志龙在讨论说那个是不是我们八将里面的武将，志龙武将到底，那志龙那到底是谁？武功的武，志龙武将，志龙，志龙哥吗？你在睡觉还是志龙是你的艺名？你刚刚看阿辉那个情况，你觉得他是被谁上？应该被兵将上的，应该是被兵将嘛，兵将对不对？但是不是他原来那个八位其中的一位？不是。老师，那这些有主神的一个弟子啊，他们不会被灵界朋友上升吗？哦，基本上不会，不会，但互相会保持一定的尊重存在。这样对。他们在浅层感应的时候，你状况不断。我告诉你，接下来的节目非常的精彩，马上来看看接下来的超胆特别企划。
由于这次感应者特殊的体质，让任务一开始就状况不断。制作人考量到现场非同小可的灵动力，特别让具有特殊灵职的工作人员小翔只在远处观护。虽然是因为怕发生意外，不得已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仍能从小翔脸上解读出他不能参与工作的沮丧。OK， 各位观众，经过我们一段时间休息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呢，今天超懒观众大集合就要进行我们的深层感应了。相信今天一定会超级忙。那老师，我们第一位要指定谁先上去做感应？我们第一位哈，嗯，我们请阿土先上去。阿土，你一开始就要下猛药就对了。好，来阿土，可以看到哦，这已经没有路可言了，全部都长满杂草，我们必须要这样涉草而过。小翔站在这边可以吗？站在门，来，我们站在门。大伙夺去了两条冤魂的空间，特殊的体质将为阿土带来何种感应呢？老师特别让他手上拿着五鬼，希望强烈的灵动不至于使他受到伤害。让作者他生成的感应。来，先跟你们说一个状况。刚才我上去呢，整个毛骨悚然。为什么？我带阿土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呢，机器运作声音嗡嗡嗡嗡开始。在这房间里面，手拿着五鬼来跟他们做直接互动式感应。在这个房间里面，曾经也发生过灵异美少女呢，才变受伤了。所以我们可以看阿土接下来会有什么惊人的发展。错觉，我感觉墙壁上好像一张脸一样。在哪里？你指给我们看。是不是我错觉啊？这边。右边。这边。对。感觉好像。有嘴巴，有。哪里？这个是眼睛、眉毛、嘴巴的头发。你不觉得吗？有吗？一个很大的头。鼻子、眼睛、嘴巴、脸，有没有感觉很像？你看到什么了？没有。DV8 下的画面是否有呈现如人脸一般的影子呢？在现场观众手指的方向其实是一大片墙壁，而现在就请电视机前的你仔细盯牢以下的画面。要上了。阿土要上身吗？对，就要上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啊，停住晃动了，前后摇晃吗？其实哦，这个你有发觉到后面有一个好像凉凉的会扎啊，真的，后面有一个奇怪的闪动，录音木板上也有。哎，没有电，不可能吧？啊，已经换第三颗电池了。有了。哎，五鬼掉了，他还在手上，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哦。虽然阿土手上一直拿着五鬼，但在DV8下五鬼却像是突然才出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上身，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阿土本人。我觉得他拿五鬼拿得好心虚，好像要丢掉的感觉，你看。他还走路。那不对啊。不对。他去哪里？他对了，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等一下。我手电筒先准备好了。他干嘛？他看着门口。啊，走。老师。没有，再等一下。好。在目前为止，我们都还能监控到他整个行动、整个感应状况。在没有办法同时呢，我没有办法感应到，或者是说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冲上去。他在跟你们那边邻界的朋友在沟通。可是他深深的在喘气。对，没有错。这边这个脸是不是倒转的？对，他眼睛是在下面，嘴巴在上面。对，我也看到了。是吗？是我看到眼睛，嘴巴，鼻子在这里，这是嘴巴，然后鼻子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在这，我也看到了。他手举，相反的脸在讲话。他手举起来了，谁在讲话？有张嘴巴在讲话，那张嘴巴在微笑吧？没有，手举起来了。在干嘛？等他在浅层感应的时候，也招手了，他对外面招手。他对外面招手。
没错，他所面对过去的有一个门面对的是一个窗户，所以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跟谁交手就会感觉很毛骨悚然，因为不知道。他那边上去，他要走过去了。来，接过这块。阿土究竟感应到了什么，使他脸上的表情如此痛苦呢？离开感应现场后，为什么阿土的状况仍然无法解除？而监视荧幕旁出现了什么比感应过程中更不可思议的情况？广告回来，你千万不能错过。阿土，接过这块，我们要赶快上去把阿土接下来。透过监视第8，阿土的感应过程比之前都要来得平静，但在老师解除感应状态后，他平静的表情反而让气氛瞬间冻结了。现在请各位注意他的表情。阿土，你眼角有泪光，所看的位置是一大片住宅区吧？而且狗的那个叫好像就是从那个地方传出来的。他发抖，你的痛苦我了解哈，你跟着老师的引导，阿童眼睛闭上，他在哭泣了。来，那王莹，前面有一个光，你跟着光走，跟我画走，跟着光走，好，跟我的光走。从他漠然的神情看来，此时阿土究竟还是不是阿土呢？老师暗示接近的亡灵正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所以阿土也感受到了这股悲痛。现在老师呢在帮他做一些大概去除亡灵的方法，然后呢阿土脸上呢挂着两行泪光。去！啊！阿土，真的就这样的一声令下，你当场就这样的整个人软掉了。对啊。阿土，这一段你该有意识了吧？有哈，有能够完整的陈述一下，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周围都很冷，就根本就像在冰库里面。莫名的就开始冰冷了起来。哎 ，OK， 然后就开始身体慢慢就开始有点在晃动。我看你好像是不是有点，它有一个钟摆一样晃动，很大力啊晃。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往右边转，然后往窗户那边看过去。你看到看过去，你是在看想要看什么方向，还是看谁，还是看到一群好朋友？然后你看到了是不是？在哪里？在远方还是就在你前面？因为我面对那窗口，它外面是一座山，就整座山都是。怎么他们在干嘛呢？我感觉是好像我要跟他们道别。老师，他的状况是不是就真的跟他这样子形容那样，他有那样的特殊的感应？哎，情况都差不多了哈，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这每次超然任务去的时候哈，我们都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烟灵的话，我们都会顺便把它处理掉啊。那么像阿土这次的感应来讲，那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浅层感应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渡了好几条灵走了，那么他上级感应的时候，这些比较低层次的灵来讲，层次比较低的灵，不应该低层次哈，层次比较低的灵来讲，基本上来讲，我们知道也即将让我们渡走了，所以他跟以前这些哈，等于好像小人物一样嘛，大家在一起生活着哈，他已经有感情了，对，可能就跟那种灵界啊，其实他们投胎啦，或者是度化啦，都有一定的那种时辰，可能那个时候呢。附到你身上的那一位灵界的朋友呢，大概时辰，比如说转世啦，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对，所以呢，借由你的身体表达这样子的意思，给他那群朋友啊，就此别过，他日再会。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感人，因为没想到灵界生老病死还跟我们一样的循环。好了，看完了阿土的感应之后呢，接下来其他的呢，超胆观众就要陆续开始登场了。马上看看我们下一段的超胆特别企划。小芬，这个是阿土的乌龟。对吗？在小芬强烈的感应中，他仍然保有较多的意识。Okay, 同样的，也让他带一个五鬼成格进行感应。但感应尚未开始，监看 DB 八的现场竟然有了异常灵动。什么东西？
发生什么事？阿满哥，起来了。阿兔，小心后面。啊，没想到。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还好我们三位呢，这三位观众都有主神在身上。我刚就已经不对了，你知道吗？阿威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走多久之后？你们刚走了。等一下。这会儿该怎么办？很想冲下去。像这个水池发生了大爆炸现象，我们不能让它随意下去。让他摔到手这样子。来啊，对对对，来，对我来去，你们去看，好来，阿土来。OK， 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小芬她整个不对劲。其实你知不知道？来，真的吗？老师刚才也在跟他们讲话。我们超胆观众说，木板后面有没有两个眼睛？自己看清楚。我们超胆说门后面这边有铃，然后老师呢刚才也说了，对了，不对了，不对了。哎，请坐一下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小芬会突然的这样大喘气。坐边边。等一下，他头一直往上在仰，看不到他的表情。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要上升？然后放下来了。嗯，好像刚才的状况。阿土刚才也是最后只剩下这只手拿着乌龟。哎，他在干嘛？哎，他头发晃动得很不自然呢。你们看到？有人牵着他了。这次的任务中似乎不断呈现一种双感应状态，只要老师暗示感应现场有灵靠近时，往往伴随着非感应现场的突发状况。就在小芬进行感应中，状况更是接二连三。但他们有互应感应吗？手。OK， 我们现在现场呢发生一些非常不能抗拒的一些状况哦。老师在那边处理一些事情，因为阿土在那边杀灯。是小黑吗？小黑现在整个上身抓狂的样子。那我们这个小芬的观众也在继续他的感应，只是头发一直被盖住脸。手有拿五鬼吗？有，还拿着，还拿的。啊！等一下，他。快！小芬，一个人在知觉受到剥夺的状况下，不管是尤其是在光线的知觉、视觉、听觉都受到剥夺的状况下，是蛮容。很容易产生幻觉或者有一些惊吓的情绪反应。过去是在一些集权制度下，甚至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犯人做逼供或者刑求的动作，或者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惊恐反应很可能是跟性有关，但是不是一定跟灵异事件有关，这是我们所不予探讨的。但是过去在经验上的确在许多个案在感觉到剥夺的状况下都会有幻觉发生，那也甚至再更久一点有一些妄想，会认为别人可能在跟踪他，在监视他。不同的人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同，在这样在一个感觉剥夺状况下能够忍耐的时间也有不同。有些一些比较易受暗示，或者说对宗教信仰比较虔诚的人，或者教育程度稍低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感觉到有幻觉的发生，而且也比较容易把这样的幻觉连接到灵异事件。那教育程度比较高或者忍受压力能力比较高的人，可能会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有幻觉，但是绝大部分人口大概都不能够忍受所有的感觉受到剥夺超过10分钟或者半个钟头的时间。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大概通常都会有一些幻觉或者外向或者惊恐的反应发生。我有拿五鬼吗？有，还拿着，还拿着。今天的超胆特别企划是否让你余悸有所？而传说鬼魅的避孕场让特殊体质的超胆观众将产生何等惊人变化呢？感应现场的灵动力，空前惊悚，难得一见。下一周的节目中，录影现场有更不可抗拒的超自然反应，一次收录绝对独家，你千万不要错过《鬼话连篇之超胆特别企划》。啊，进去，进去。老师，现在拍拍他，拍拍他，拍拍他。哎，你们两个人真快耶！啊，没关系。好快哦！为什么他哭了？来，小黑，现在状况还好吧？先那个，因为小黑他是，然后他现在去处理阿土那边的状况。阿土的手，看起来那个小黑，小芬，你先到旁边休息一下好了，因为这边状况真的很糟糕。好了，老师现在带领我们，让工作人员先把小芬给撤离到一边。阿土，现在的状况呢，又出现了一些不太对劲。他情绪完全不对。小黑，不是刚才还跟我们挥手说你的状况是很好的吗？我们现在阿土这边也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年据地为王的黑帮老大，在南部经营了舞厅和茶艺馆，成为不少帮派觊觎的对象，甚至引发莫名的仇杀行动。黑帮老大被两个小弟一枪毙命，舞厅与茶馆皆被封锁，成为刑事现场，自此无人管理，变成了鬼魅传说纷纭的荒废情况。而传说中跟随大哥的红牌五小姐，后来也因为不明原因死亡。暗夜里不断传出的声响，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亡灵存在呢？感应现场不可解释的状况又将如何？灵异最前线前进此地，进行地毯式搜寻及灵动感应，你千万不要错过。南部一个黑帮老大经营了舞厅和茶艺馆，在当年算是据地为王，因而引来不少其他帮派的妒忌。在一次仇杀行动中，黑帮老大被两个小弟一枪毙命，舞厅与茶馆皆被封锁，成为刑事现场，从此无人管理，导致了荒废情况。据说跟随大哥的红牌五小姐后来也因为不明原因死亡，暗夜里开始不断传出声响，俨然像是当年的风光重现。现场究竟是否真的存在黑帮大哥的亡灵？而他是不是有话想说呢？灵异最前线即将进行此地的搜寻，并感应黑帮老大的灵动。这边竟然有挂，然后现在我们要请小黄在那边做感应。没感觉啊，我没感觉。前面。我刚完全听不到你在讲什么，然后我就看你一直在那边动来动去的。我要先哭了，我怕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我都不笑下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鬼话连篇》，我是焦志芳，我是李冠莹。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因为呢，光光我们坐在节目现场，就是我们大家所有《鬼话连篇》忠实观众朋友们非常期待的外景铁三角又再次聚首了。铁三角，我非常开心。今天我曾经跟我哈共披战袍的那个亲密战友又回到我们的棚内。哇，柏真，欢迎柏真，好久不见，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其实在养病，因为之前要出外景真的吓破胆了，我一定要好好休养一阵子。把胆养回来，不是养太久了吧？不是应该养好了吧？好，这次呢，我们要探讨一个主题呢，就是说，像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或者网络上头，大家不停地在探讨说，鬼话连篇为什么每次播出的内容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鬼影啦，或是一些灵动现象出现。对。但是呢，其实在幕后制作方面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对。他们不见得每一次拍的东西100%成功，但是为了节目播出的效果，那些不成功的画面，我们必须要忍痛把它舍弃掉。对对。其实有很多的那个观众嘛，对，都铁三角，铁三角。这个我一定要讲，你知道吗？想当初很出外景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辛苦，要躲这躲那的啊。那有时候下雨天又不能拍，那常常有时候拍了又没有东西，又不能播，因为观众看到就说：“哎，这集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会播呢？”其实并不是像观众想的说，好像。我每次出外景都遇到状况，其实并不对，是是是。而且其实像很多观众，我在路上遇到，他们会或者是我身边周围的好朋友，他们都知道我常常在出外景，可是为什么看到的就是只有播那几集，好像就是很密集的在出外景。然后我就说，那事实上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可能里面拍到没有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观众其实很期待，我们能想尽各种办法拍到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画面。没错，没错。如果呢，光是我们在讲，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专业的人员哦，讲的话可能是事先经过套招，或者是经过预先安排。因此，我们才在节目里面开放了超胆任务这样子的一个单元，就有小饼带很多的非专业报名来的观众朋友们亲自去感应。没错，对。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所以带的人数又不能太多，对对对对，所以一次只有少部分的观众能够参与，借由他们的口。能够表达说他们在现场的一些感应， 对， 对不对？不过灵动的现象还是见仁见智，可是呢里面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究竟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觉得，或者是今天现场的三位铁三角，你们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些灵动的现象？这次的两位美少女要不要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哦，他是在一个南部嘛，然后有以前有一个黑帮老大，然后他经营是茶艺馆跟舞厅，他是连在一起的，分上下楼。然后就是因为在当年算是据地为王嘛，所以他在外面一定会有很多什么其他的帮派在结仇啊。然后有一次就是有其他帮派两个小弟就把那个黑帮老大一枪毙命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一命发现场嘛。后来就被封锁了以后，然后那边又没有人管理，就变成一个废墟，一个废掉地方。而且听说那时候跟那个黑帮老大一起的那个五小姐，他们在一起的五小姐，后来黑帮老大死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也死了。哦，真的？也是同样地方死掉吗？不知道为什么，就人就这样子去世了，可是不知道在哪里。警方没有查出原因就对了。对对。然后就是那时候那边传闻就很多，像说晚上会有那种人家在唱歌啊，或那种跳舞的声音，乒乒乓乓的声音。我光听他这样说，我觉得今天不应该来，我回去又要病一个月了，糟糕。说归说，看归看，赶快来看看今天灵异最前线之鬼气摄人。大家好，我是裴玲，我是小黄。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南部的，算是蛮具以前十几年前蛮具规模的一个休闲场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招牌啊，它上面还有写未满18岁请勿进入，所以算是蛮正。各位观众，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这些影片并没有经过特殊处理，而是拍摄当初所谓料想到的。由于之前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我们只能将这种情形归咎成不明干扰。幸好现场有 DV8 的侧拍，我们才能。已收录到完整的尖兵搜索过程，而事实上一开始小机器的镜头也有些不太顺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废弃掉的东西，像你看都已经乱成这样子了。哦，好 OK， 就那个时候是卡拉 OK 店。那我们据说是因为那个黑道大哥，据说是那时候只是知道说好像有仇人的小弟啊，就有一次就去暗算他。然后就给他抢下掉，所以他就死在那个地方，就在这个现场。然后我们停下，停下。就在现场重新开始录影之后，大机器的画面竟也恢复了正常。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吧台，你看都已经被拆成这样，废弃掉了。哎，小黄，你有没有看到？那边好像是，你看那边这个吧台这个墙壁上面好像是有猫在。猫的脚印是不是？对，而且好像爬不上去那种感觉。它是有什么东西在上，很奇怪。哎，你看，我们去看看这个吧台，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奇怪哦，他哦，他这个是柜台，这个不是吧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这是他们那个那时候，哎，好像是他们在点饮料的东西，好像还有柜号跟那个服务员的号码，对对对，表示那时候就有一些那种五小姐坐台。台号，台号，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柜台，不是吧台，那种就误会了。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好像有一个门呢，它有一个空间。这个你看，机房飞禽墨镜，可是里面不像，这个门不能开哎，不能开吗？你真的吗？你确定？对对，不能开。是不是因为听说这个地方这一层楼是舞厅嘛，然后下面是茶艺馆，那可能是以前的那些舞小姐他们在这边换衣服的地方。不像不像是机房哎、欸、对啊，可能是他们在准备的地方，对，休息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废弃掉的地方，它的那个窗口窗子都已经被拆坏了，都已经空了。哎，这个是不是，你看这个是他们那时候的 MTV。 对，好像蛮久了哎、欸、歌曲我都不是很奇怪。对啊，我都不是很知道，我们都不知道的歌。两人好奇地翻动着尘封已久的录放带，却隐约听见远方传来喝阻般的碰撞声。有没有传到？有没有听到？有，我有听到碰的声音，对不对？我们还是不要乱跑，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来打架。不好意思哦，小心。哎，我这是什么？好像是他们账簿、账本哎，哎，这是他们那时候账本。还是放在这里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好像是那些资料，还有一些那时候他们需要的东西、工具之类的。哦，我靠！我被撞到，小心！小心一点。他那天花板上面都会掉下来一些电线之类的。他们所有东西都已经拆走，连那种灯啊、什么东西都全部。哎，这个门真的不能动哎，是为什么？知道？它是卡住了吗？好奇怪，好像先出来。我看、欸、地上几乎都是那种遍地都是那种打下来的灯管啊。哎、欸，你看下面这个痕迹，都潮湿了，它一点一点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是墓穴吗？我不知道。这可是天花板还好好的啊。可是为什么？所有的它几乎所有能拆走那种灯全部都没了耶。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舞厅好像里面以前有一个红牌，然后他是黑道老大妈吉嘛，然后可能是因为不晓得是感情的原因是怎么样的，然后听说那个黑道老板就被枪杀。坐台的地方，那个、欸、听说这个故事，那个就是据说据当时讲说好像是在他们楼下，因为他有开两层嘛，他两层好像是在楼下的茶艺馆才是他命发现场。那这边就只是他们唱歌作乐的地方，有可能。可是他是后来他那个五小姐也死了、啊，这很久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考，有很多因素。为了什么原因死的？可是知道说他后来也过世了这样子。是不是？刚有没有碰到砰的一声？对不起哦，我们不是来故意打扰你们的，我们只是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之前就是知道说这个故事。我知道，我们之前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个传闻是因为这其实附近有住户，但是他们都会在晚上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譬如说有人在唱歌啊，或者是乒乒乓乓的声音，或者是那种划拳的，就很多人在中说纷纭。对，可是没有人敢进来。对，因为这可能是你说真的，这那个黑道老大事也大，然后那个发生这件事真的很轰动。然后没有人敢进来这边，只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不觉得呼吸有一种对很臭那种霉味，知道为什么？而且你看，这是这个痕迹是什么？它是一条条，以前是灯管吗？都已经被拆掉了，这样子了。这边全部的灯管能拆的那种，几乎都拆光了。好，我看有人在走路的声音，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刚那边有人在走路的声音啊，什么？全是什么声音？我不知道，有人从那边走过去的声音。或许是因为距离事发地点尚远，空间的反应较为平静吧。此番搜寻的过程较不如以往紧凑，但面对独特的声响，街民们仍然提高了警觉。那不可能啊！可是你看天花板，这是舞池，可是他把上面的全部都拆掉，小心一点。好，我们走过去，小心哦。
我刚才听到有人走路走过去的声音，那个是厕所吗？莫名的声响竟然出自于给人最多联想的化妆室。建斌小心翼翼地往前接近，没想到有了出乎意外的发现。哎呀，你们被镜子吓到，吓到！这面镜子，小心点。你看那个镜子都雾雾的。你不觉得厕所很凉？哎呀，这个好凉，好恐怖啊！小心，走走走，进去进去看看。厕所里面为什么都放一面镜子，就正对着门这样？走走走。我听说这样很好，里面好冷啊，很凉哎。对对对，里面有那种凉风这样子。这个门，好，走过来。所以我觉得他们厕所应该打扫算是蛮干净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环境并没有，他们这个灯没有拆。哎，门动了，门动了，不可能啊！哎，他还在晃，刚撞到。真的，是不是刚撞到啊？哦，不要笑哦！你看这个，它唯一没有拆的灯，竟然是厕所的灯，里面外面全部的灯全部都没了。对。可是里面竟然还剩下，它厕所为什么要留这个？有声音，等一下。建斌的经验不足，往往容易自己吓自己，但这次的撞击声却是捕捉得十分清晰。他们。这个门都关起来了。我不去，刚是开，没有，我碰一下，可以开吗？可是那里面没有风啊。哦，看来情况还不是那么的严重，对不对？对啊，应该就我们的分级标准的话，它应该属于那种一级状况。对对对对对，感觉好像先去郊游的感觉，加个分还可以救了。先把整个状况稍微那种通盘的了解一下。嗯，好了，他们两个这样子的表现，二位。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啊、我真的很久没有出外景啊，真是钦佩钦佩。其实他们刚刚一尖叫，我就心抽了一下，只要一尖叫，心就抽了一下。嗯，所以焦哥你说的对，应该来下下会瘦一点。对，那今天呢，你们要跟那个观众讲一下说，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里面、嗯，其实你们这次跟以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状况？其实之前我出外景，就是这是第二次，然后之前出外景我都很害怕。可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几乎是没有感觉，对，对不对？怕 Amy 害你，是不是？我没有，我是怕，但是我没感觉。嗯，当场我会怕，但是可是怎么难理解？对，好难理解，没感觉。你现在能够体验到老一辈讲过那句话吧？一回生，二回熟。我是担心会发生什么状况，可是都没有。那这一次是蛮奇怪的，嗯，不是没有，可是你没看见，嗯，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有道理，要不然厕所那个门为什么会在你们面前硬生生的给关起来？就我会怕，但是那种因为上次出外景的时候会有那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可是这一次，嗯、这一次没有啊、哦，老师，到底在他们这一段影片当中，整个搜寻的过程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寻常的现象？就目前刚才所有的这个镜头里来看的话，是目前是还没有，因为基本上来说，这个房子里头它是有一些灵气在这个房子里，可是，不在，可能还不在我们刚才的镜头拍摄的范围里头。可是那为什么这样子的话，它那个，厕所的门会突然这样关起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讲说有灵界的朋友他在经过，可是我们讲他会想要去，他想要躲开或闪开所有的镜头。那所以不自觉的在移动的这个过程里头，一定会去移动到动到一些东西。嗯，那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可能有一些镜头，之前有一些镜头，拍得非常的清楚。嗯，我真想要说什么？像刚那个大机器不是一开始就是故障，一直有杂讯。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状况。其实我之前只有很轻微的，马上就可以。只要那时候那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周围就已经有很奇怪的现象。磁场的干扰，对，哎，可是这一点我真的是因为这样子一回想起来，我再是新人的时候，在他们这阶段的时候，其实我的状况也差不多这样子。哦，对，你知道好奇怪，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感觉很像是你这个身为一个那种灵异的侦查的那种感觉，其实你比较资深一点的，可能灵界朋友会对你稍微尊重了一点。可是其实这样子分析一下，我觉得是我们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以前我在出外景的时候对临界朋友是非常不礼貌，甚至不相信，会吐口水什么的。可是现在的我啊，我觉得我咔咔咔打扰了，或者是说哦对不起，我们今天只是来录音，这样的话我都会丢，你知道吗？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啊，你跟临界的朋友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灵异尖兵，他们在灵异最前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感应？马上进行灵异最前线之鬼气射人。这是两层楼的营业场所，会不会有更多的鬼魅传说隐藏在其他角落呢？灵异尖兵勇往直前的搜索过程中，会有什么惊悚的体验？广告回来，敬请锁定鬼话连篇。据说命案整个楼层出奇的平静，是否暗示着不可思议的灵界力量存在背后呢？尖兵寻找传说中黑道大哥的秘密通道，而在最不起眼的夹缝中有了意外的发现。哎，看这边真的有通往楼下，哎，还有密室哦。你看这边，我会平息。是那个他们唱歌的那个。天哪，我已经冒冷汗了。干嘛干？刚刚碰到，听到砰的一声。这是有有人，因为乱动他们东西，不好意思。有没有听到有人在敲门的声音？有，不好意思。哎，那边有听到。走，我小心，小心点，小心。我听，你刚刚有听到什么声音？下面有人敲门吗？哎，有有，好像在敲那个墙壁的声音。真的有人在咚咚咚。有有有，是你们听到吗？他一直在敲，哎，越来越大声了。你不觉得下面越来越阴？因为我们现在通往就是他们的茶艺。尖兵走在陡峭的楼梯间，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楼层中清晰可得的敲击声是在催促着他们的前进吗？而真正抵达现场时，影片又再度出现了不明干扰。还是有，还是有，那个一直有吗？好，你进来就会看到，全部都是茶馆，然后那里应该是他们。各位观众，如果你观察力够仔细，应该不难联想，先前尖兵在舞厅的环境介绍时，拍摄带出现了同样的干扰，而这会不会是冥冥中阻隔的力量呢？都只剩下一点点，因为他查很多，所以不晓得。这个是请各位观众注意摄影机的运作，滴滴八下清楚可见红灯正在闪烁，这表示机器是正常录影的状态。但是为什么画面偏偏出现了异常现象呢？所以你看，他们都已经翻箱倒柜，像上面都还有他们的名片之类、信件、文件之类的，都是名片。对，他的抽屉都已经倒出来，所以地方都很乱。然后他们看到，都贴一些东西。你们手机里看到什么？地上的册跟上面完全清洁。对。由于严重的干扰，造成各位观众收视上的不舒服，除了再次跟各位观众说声抱歉外，也希望透过各位敏锐的观察力，判断现场是否真有存在所谓的灵动。因为搜索过程中极度的平静，跟以往空间里的拥挤完全不同，连外景队都开始质疑所得讯息是否有误。你看，地图都已经撕成对，都乱乱的，可为什么只有撕掉这片？对，他的这片天花板都还好，他不想把这片撕出来。为什么？这是他们放茶杯的那个，就是放茶杯的那个盒子，所以我们看到它应该是这样下来的。其实这里面本应该是有椅子的，可他们把椅子全部搬走。对，你看，这边是弹孔。你就说我们现在离那个现场不远。你刚才说是墙壁的声音吗？对，我刚刚听到是这样。可是这是实心。墙壁中再次传出撞击声，想起之前的传说，这些声响会是射击时所产生的吗？
奇怪的是，发现弹孔等相关物件后，画面竟然又恢复了正常。这是，你看，红红的，这是血清吗？Oh my god！我哪都没有。你看，它就只有这一块而已。而且喷是成那种喷射状，它是这样流下来的，是当时被射伤这样喷吗？可是地上没有哎，奇怪，还是被擦干净？那这边又有血清，我们再看看，我们应该是离命案现场不远了，所以往那边去敲，应该是在那里不远。哎，你看，怎么有封锁条子？是在这里吗？镜子。就是说命案现场，比如说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命案现场镜子进入，就是这里，这个就是发生什么地方？那边有烟，还是三根？我那个，我们可以，我不好意思、哦，我看过那个，他们有人没有香要拜拜的时候，就用香烟来代替，所以说他们就是用香烟来代替喽。你看这，而且有一根只有烧到一点点。为什么只有一根烧到一点点？为什么其他两根就已经烧完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拿来敬给那个黑道老大抽的，可是他没有把它抽完。你看下面这个，这是女人的衣服吗？这个是吗？这个是。哎，真的是哎哎，可是又很小件，应该是女孩子穿的衣服。这年代已经蛮久的。可以头发拨一下。还是不要乱动。看它这个封条，有人进来过，它没有完全封住。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就是这个样子了。对，所以它其实可能他的一些小弟或者什么想要回来，祭拜他或是干嘛，然后就会有这个烟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已经进来过了。在民间习俗里，真的有点三支香烟进行敬拜的动作。难道真如尖兵的推测，这些是黑帮弟子义气的表现吗？很奇怪，你看其他地方都还好好的，就只有这一块跟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就有那一块一块红红的，不知道为什么，奇怪，会不会是喷射出来的血？哎，这边竟然有挂一串那种竹子，这是招魂用的。是招魂用的，很奇怪，而且你看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就只有这边才有。你看他桌游茶一直都没有放这个。其实之前他们的传闻就是说，因为这边声音还是每天晚上就是那种有那种人在唱歌，还有划酒泉的声音。对，那他们可能那些小弟觉得大哥可能不甘愿死还是怎么样，回来祭拜他，还有招他的魂，把他拿回送回去祭拜这样子。所以说其实那时候的黑道还是算蛮重义气的，他们好像很多那种很多有很多风俗在那边。而且黑道大哥的女人在他死掉不久之后就也跟着过世，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被他们杀了，还是殉情这样子，自己自杀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就要请小黄在那边做感应。他这个我不太敢踏过去，好臭。这个一样摆一样方式吗？就把它看能不能把它立起来。还是立起来？可以立起来吗？拿在手上？应该是拿起来拜吧。这样子吗？对啊，就当做烧香一样拜拜啊。好好好，我知道。我机器叫好了，机器好了。那我边那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哦？好好好。既然搜寻至此，已经身处在命案现场，依照惯例，外警队会请尖兵进行凝血实验。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小黄开始了他以下的感应。小黄，你那手要不要拿起来？这样像好像拜拜的感觉。自留在暗夜里的小黄手上拿着三支感应用的香烟，但他似乎察觉不出空间中的异状。感应进行了好久的时间，他却仍然显得十分平静。小黄，你有感觉到头不舒服，还是有看到什么东西？头痛。
小黄，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你可不可以用麦来讲话？我说应该快开始了吧，因为这个烟已经快要烧到中间了。现在请各位观众注意 DV8 下红箭头所指示的地方，当时在拍摄现场，众人竟然都错过了这个画面，却在事后检查影片时才发现。那我们就推测应该是那个大哥的小弟啊来祭拜他。啊，我们现在就用同样的方式，我们点了三根烟，然后来一样是引那个大哥，让我们看有没有灵动现象这样。小黄平静的感应过程中，究竟能不能完成此次搜索的任务？而地皮巴下的灵动会不会更清楚的显现呢？下一段鬼话连篇将为你探讨灵动与非灵动之间的界定。黑帮老大枪击命案的现场，斑驳的血迹及白蜡烛，让我们断定此地为亡灵的往生地。尖兵小黄手拿三支烟进行感应，他的背后有一个奇怪的晃动。然后来，一样是引那个大哥，让我们看有没有灵动现象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烟怎么烧那么快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烟烧得好快哦。我要用到按那个对讲机，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哎。我觉得这个烟烧得很快啊。而且他这个好都完全没有人去动他，怎么会他烧得很快？那像之前啊，我出外景的时候，我对那种灵动现象都特别的敏感。可是这一次出这个外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哥没有出现，还是他没有在现场，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而且现在我坐在这边。难道是我们感应的亡灵不在现场吗？长时间的感应，空间里仍然显得平静，尖兵的对话也越来越放松了，甚至开启了大哥的玩笑。可是这次完全都没有。小黄，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身边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动静之类的？我都没有感觉到哎，我跟之前真的差很多哎，都没有感觉到。你确定黑道大哥真的在那里吗？我就是不知道，可是你已经烧快一半了，我是觉得说他可能是没有出现。你想他会不会去找他别的女人啊？哎，你不要乱讲啦！你这样乱讲能害我，我爸那么生气怎么办啊？不要乱讲。好，我知道。欸，他这个烟已经快烧完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感觉。过度的安静使得感应过程又往后延迟了时间，但小黄已经开始表现出急躁感，眼看手上的香烟已快燃尽，感应画面终于有了一些不寻常。这么挑战，我现在这个烟已经烧了快到绿嘴的地方，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感觉，只是觉得这个烟很奇怪，烧不完。那要不要问看看？这东西好像烟会被烧哎。我没感觉啊，我没感觉。前面的。我不知道啊，我这边怎么都看不到。哦，家里面真是不能够没有大人呢。啊，魔镜路啊，你两个。当 Amy 没有跟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俩来现场，要不是我们把它截断了，你们俩可能继续聊下去，聊得很高兴。而且培林，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小黄在做感应的时候，他后面有一个脸呢。哎，对，你们看到？他有眼睛在那边闪的感觉。对呀，刚才发现。你盯着镜头拼命的看，你居然没有看到那个东西，你就坐在那个脸前面。你也没看到这个东西啊？其实那一天我之前都没感觉。这个男的跟你距离多远多近的距离你会有感觉？很近。很近啊？那一天这么近，就在你后面那个栏杆那边这样子趴那边盯着你瞧。对，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头有头一。哎，小黄，你的神经掉出来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后面那个脸啊，我的感觉是他攀在那个栏杆上面，而且他手很近，他是在吸他的烟，这样吸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只是拼命的看自己的烟，这样。哎，因为我烧到，我的快烧到，快烧完一半了。
还有是很怕烧到我的。那小黄，你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烧得比较快，或者很快，它烧得很快。嗯，前后不到。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过往人的衣服，或者是说他们的那些区域，你们不该随便乱闯以及乱摸。然后不该随便乱说，好怂哦，那个大花衣服，就是不禁忌，你知道吗？对呀、啊，老师，他后面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邻居的朋友？对，你如果说没有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大哥，因为我们在讲哈、啊，其实在如果说在那个我们在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话，在黑道来说的话，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往生或什么，他们其实如果不是能够很适合的情况下能够正式去上香祭拜，通常他们都会用香烟。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所以台北监狱后面有一个叫无神庙，就是说有一些受刑人如果没有真的人家迎回去的话，其他的一些曾经认识他的朋友，一些道上的兄弟，他们就会用香烟去祭拜他。那所以他那时候有在吸那个烟，小芳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有感觉啦，有一开始感觉后面好像有那个，只是说因为他一直在注意那个烟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手上，哦，所以才会没有那么明显感觉到他在。所以灵界朋友对于我们祭拜用的香、蜡烛，他们可以用藉由闻的方式来收到。香烟也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对，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灵本身它因为它是粒子组成嘛，它需要的是一个能量，所以基本上这烟它你烧的时候它有一个热能，那事实上无形中就等于补充它的能量。老师，那如果说像我们以前去出外勤的时候，有时候工作人员他们也会点烟抽，那他们点烟来抽的时候，是不是灵界的朋友也在帮他们吸呢？也会这样子跑来吸？也是啊，同一起吸一根烟哦，好恐怖、啊。你们那后来感应到那个后面的那个人头消失以后啊，在镜头前面就是机器跟小黄中间又开始冒起了白烟了。嗯，那什么现象？撞那种东西。该不会是那老大在他的后面吸完了，跑到前面去吐？不是，应该说前面有另外一个灵界朋友从这个镜头前面穿，就是经过。哦，不是那个老大了。不是那个老大。看了吧，裴林，小黄还是蛮吸引人的。对啊，老大在后面看了半天，前面还有别人从旁边经过，对不对？厉害哦！那接下来要做实验了吗？好了，接下来又是一个大神经要来做实验了。好，再看看我们灵异最前线之鬼气摄人。他那个烟已经烧到绿嘴的地方了。你手有没有烧到？没有，是很烫，他烧绿嘴的地方了。你刚，我嘿，你会不会太急躁了一点？我刚完全听不到你在讲什么，然后我是看你一直在那边动来动去的，然后你就整个人动来动去。我可能今天对这种没什么感觉，怎样？要不要叫裴林试试看啊？不然的话，感应这样不好交代吧？对啊，对啊，我们今天都没有感应到任何的反应，有没有特别奇怪的现象？不然叫裴林试试看吗？那刚因为小黄他刚在命案现场是没有感受到什么灵动现象，所以说就我们现在就先，我们就跟才哥讨论的情况，就让他再感应，而且我们换了一个地点。对，小黄的感应几乎宣告失败，仿佛亡灵根本不存在。制作人决定移至柜台进行另一次灵学实验，看看裴林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我现在觉得，裴林。什么东西？你现在没有状况吗？不知道，还没有。我只觉得这个地方蛮凉的，而且开始有一点点风，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让我想到艾米姐，她上次出好像就是那个红花大酒店门，然后结果她好像也是站在这种地方，也是靠近吧台。然后那东西好像这样长，我应该不会碰到这种事吧？不想问。然后现在还是没有什么状况发生，只是有点冷，然后鸡皮疙瘩竖起来。你那边有什么？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毛毛的，背后一凉。我不知道黑道老大是不是真的来到这里了，会不会是你刚刚那一家不是很珍惜开玩笑，然后裴林现场的灵动
现象开始了吗？原本只是跟自己开的玩笑，会不会造成培林感应过程中的意外伤害呢？请各位观众千万睁大你的眼睛，继续观察下一段节目中的灵动。培林的感应似乎比小黄来得强烈，在他进行实验的现场，画面开始有了状况。我的胸口好痛，我怕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有东西掉下来，你小心一点，不要。好，我怕他会砸到你。我知道。黑道老大，如果是你来的话。可以再显现一次灵动现象吗？不是你。我害怕坏掉了。好，我会。如果真的是你来的话。凉意，很凉很凉。是刚刚你讲那些话激怒他了。哎呀，怎么这样？贫血，我头晕。小心，我刚被激，是不是我们动怒他了？我刚刚觉得我的背脊这样一阵凉意，这样在你的背后这样送过来，从下往上这样子。刚刚有东西掉下来。前来抢救的小黄描述当时哔哔巴下监视所发生的景象，难道这是灵界力量造成的吗？而就在此时，有了更出乎意外的状况。东西就这样子，这样往下掉。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有乒乒乓乓，然后我一阵凉一样送过。他是不是生气了？也有可能他就在你背后。刚刚的时候。现在，请各位观众千万注意以下的影片，状况就在一瞬间发生了。刚才那不是灵动现象吗？可是他是自己掉下来的，而且他差点砸到我哎。对啊。如果回去检查袋子，如果不是嘞？可是他真的是在我后面啊。你觉得你看刚才看画面，是觉得是灵动现象吗？我刚刚就站在那边，我一站在旁边，那整个罐子全部就这样趴下来。你会不会是自己撞到了？不可能啊！我站得远远的，而且刚刚都有保持距离耶，我根本不敢碰啊。不是啊，那你今天，你看今天算是有灵动现象吧？你觉得今天来到这边，你有感觉吗？你们两个有感觉吗？我有感觉。那时候之前他不是整个柜子掉下来的时候，我背脊是凉的，他是一阵这样子阴凉，然后从你背脊下面，然后往上这样子。那小黄呢？我其实我自己没感觉，但是刚刚我头冲过来要救他的时候。我的头真的好像快爆炸了，而且我刚坐起来的时候还有贫血，我是整个人晕眩的，都脸色发白，要晕倒那种感觉，而且我真的那种一冲到那边的时候，我整个头都快爆了，然后那个罐子就这样砰掉下来，我们当然跑啊，又不是我们弄的。面对制作人无情的责骂，金兵们显得相当无辜，但现场是否真的与灵界做成感应了呢？金兵们与制作人有了意见上的相左。我觉得那个大哥在生气了，因为我对这种东西很敏感啊。我们不要那个。如果受伤怎么办？对啊，我就觉得他在生气啊。别说，我觉得今天都没拍到什么东西啊。可是我是觉得到他刚刚已经真的有出现了啊。那你下一次超胆怎么来？没有啊。你们今天你们来的目的都完全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他刚刚真的有感觉啊，只是前面没有，但是后面他真的有啊。对啊，而且我就是觉得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感觉讲话也可能是得罪到他，本来他之前没有想出来，但是因为我们得罪到他这样子。好了，你们两个心虚了，这样。培林的感应过程究竟是否产生了所谓的灵动呢？现在让我们来检查滴滴巴，也请各位观众仔细观察。
到底这样子现象算不算灵动现象？嗯，算。我是觉得，我觉得算吧。我觉得也算。对。可是身为一个侦查员，就是你到鬼屋，你在第一线，你要报道的一个记者的身份，你们没有做到确实。可是我觉得 ，OK， 我们先不要责难他们，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样子的灵异现象，对不对？嗯。为什么那个罐子会这样，会三番两次的倒，对不对？如果说是只有培林一个人感应的时候倒也就算了，等到小黄也到了，大家都到了，大家都到了，你们俩在转身的时候，那个罐子乒乒乓就全部倒了，对呀，恐怖，对呀、啊，老师是林家的朋友刚好不高兴，用手去拨那个罐子把它弄倒了吗？应该是说啊，刚才在前面前段的时候，培林刚才讲了一句话，可能得罪那女人，那个老大什么，我错，培林让玩女人，对，还有说那衣服，对，就是说那个衣服，那女孩子的也是，是衣服。所以老师，你刚才就你的观察，其实展现这些灵动现象的那些灵界朋友。有一些怒气咯，对，是女孩子。那一般来说，因为我这样讲哈，这里头大家讲说，如果说以灵界朋友里面来说的话，气场最强应该是那个老大的气场，嗯，所以他可以看得到那个大约看得到那个形象，嗯。可是女孩子来说，因为女孩子本身就是你即使这样人的话，也是气场比较弱一点点，没有男孩子那么强，所以他一般来说灵动通常有分作几种，第一个他可能产生所谓的灵光，你看到是一个光团的现象，第二个可能比较出现比较类似实体啦形象，第三个就是 OK 他可能随着只是单纯的物体的一个移动现象，那所以第三种他刚才那个出现就呈现第三种，其实他有出现，只是如果在第一次的时候，刚刚讲第一次灵动现象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它的旁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影子闪了一下，有个白点，对，稍微晃了一下，白点，对不对？对，没错，我们有注意。然后才开始有所谓的反应，但是在接下来的反应里头就开始看不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本身的因为本身的灵的能量不是很强，只是因为可能受到你讲的一些话的刺激。让他就想要去展现一些灵动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哦，我觉得有很多观众都会问我们说，哎，为什么你常常遇到状况是这样？那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比如说今天他让罐子倒下来，这也不是我们预期的，甚至于我们有可能拍到他的形体，或者是他一团光，那是我们都不知道的，因为那是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们才拍得到的。没错。所以我觉得在刚刚我看到那个影片当中，其实他那个罐子掉下来，我觉得那应该就是灵动现象。没错，不过还好。如果照老师讲的那种说法的话，其实这个灵界的这个女的朋友啊，她气还不是气的那么严重，如果气那么严重的话，你上面摆了一堆罐子，照理来说她应该用手整个一扫全部就是哗啦一声，对不对？她可能是感觉是好像一边气一边在塞塞点，一个推一个推这样，才会这样警告你不能再乱讲话，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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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警告一下，对不对？好，可是在节目里面影片里面这个制作人还是对他们两个都有责难呢、啊、发火了，那就博真你看你觉得他们在今天这一集里面到底有哪些缺点？其实我觉得以他们是第二次出外景嘛，对不对？我觉得已经算很好了，我记得我第二次出外景的时候我还吓昏，然后吓昏了倒了，就算醒了我也不想眼睛睁开，你知道，我就让制作人这样抱出去，因为我觉得好屌，骂也被你骂了，然后吓也吓昏了，你抱我出去是应该的吧？所以刚才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小黄在重新看到他在现场被制作人这样子责难，他心里想自己在碎碎念，那干脆不如跟我上次一样昏倒算了，昏倒了他至少不会被骂。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这个批评或者是建议给他们两位？
其实不会，两位美少女，应该说两位尖兵在这个地方表现应该都算很好，只是说有时候没有办法，真的，因为林姐朋友不是我们人嘛。那第二个，她也不是临时演员啊，你要叫她做什么做什么，她就一定能够表现得出来。对，所以难免说有时候就是说，可能我们去拍没有办法真的拍到那样的形象，但只要我们根据现场实际状况，那么来就把详细的让观众知道当时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就好。没错，没错。今天的这集究竟成功不成功，到底有没有所谓各位说的灵异现象，恐怕见仁见智，还是要由观众朋友们你自己来判断。不过最后呢，还是感谢大家按时的收看，不要忘了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11点准时收看我们东森综合台的鬼话连篇。拜拜。这次《鬼话连篇》超胆特别企划，超胆观众的大集合现场，各个灵值超强的观众发挥了感应能力，不但在外景的感应现场状况不断，进行棚内录影时更是发生了不可抗拒的现象，使得录影现场一度失控，工作人员及主持人奔向帮忙，急于安抚超自然力量的形成。除了停电场惊人的灵动力，超胆观众本身独特的反应更是前所未见的精彩。棚内录影实录保证空前绝后，敬请锁定超胆特别企划。现在带领我们，让工作人员先把小芬给撤离到一边。阿兔，30年前的李家靠着制粉工厂赚了不少钱，但是膝下却只有一个独生子。当儿子娶妻之后，媳妇儿遭受到婆婆不少的欺虐，甚至诬赖她偷了传家的首饰，还跟左邻右舍张扬她的不孝，造成媳妇儿受不了而上吊自尽。后来因缘魂不散，导致制粉厂因此荒废。但是被用来堆放杂物的厂房内，竟然还停放了一艘发生意外的龙舟，使得此地鬼魅传说变得更为剧烈，无法收拾。灵异最前线的探访将为你揭开望族